好，这里是台博，今天来看一下第3季的美人梦工厂。它前2个月的话，它的国际服已经出过了。 现在要去打怪。这个是最难的一部分。 嗯，好，过来了。这些人在哪？以前是要来回跑了，现在不用。而且本来 B1应该是最难的一关的，它放在第一关上面去。哎，人呢？个要跑到上面去的。静态的激光还是比较好过，动态的激光就特别难。看好这时机。对，要跳下去，现在。跳下去。那个他到了一个位置之后，它是可以记录你的位置，然后你重新来的时候是可以从记录的那个位置重新开始。走的路线是完全按着第一、第二季相反的路线来。Hey. Damn it. 这才是难点，要最快的时间跑到这里来。避风港。听的 BGM。打 BOSS。又要跑一次吗？呢，这第3季的任务应该是做完了，然后做完第3季之后，第1、第2季的一些任务也会开放。那先看到这里，然后左边这边是硬币商店，主要卖的都是机器人还有心脏。那么下面一些就是一些饰品、耳环、勋章、特效、伤害皮肤，还有一些套装。啊，还下面有一些椅子。